SA8 易洁剂去除口香糖测试，将由资深研究员菲尔·史利瓦进行产品示范。这项示范需要 Amway Home 易洁剂、口香糖和一块白色100%纯棉方巾。这项示范的目的是要证明 Amway Home 易洁剂能快速清除顽强污渍及黏渍，即使是口香糖也不成问题。首先，将一片口香糖嚼约10分钟，直到软化为止。将嚼过的口香糖放在方巾中间，然后将方巾对折，用手掌将口香糖压扁，然后展开方巾，口香糖延展开来的范围约达4公分。接着，拿起 Amway Home 易洁剂，距离方巾15公分处，对着口香糖喷洒，将方巾翻过来，再喷洒口香糖粘黏处的背面，然后静置1分钟。1分钟后，用手指将方巾上的口香糖取下来。Amway Home 易洁剂含有特殊界面活性剂和溶剂，能够有效从布料上清除粘黏的口香糖及其他难处理的污渍。